单耳旁，横折，提按要粗一点，勾上去。这个竖笔可以用垂柳竖，也可以用悬针竖。也可以用悬针竖，这两种竖都可以。那我们注意什么呢？横折这个横要细而短，不要把这个写得太宽，有这个写得太高，要写得小巧精致一点。好，并且向左下方斜的，不是垂直的，要跟这个笔画方向有变化，一个是斜的，一个是垂直的，这样子方向有变化。印印，撇，这个竖提要挡住撇的竖笔的地方，竖提竖要细，提要粗，横在竖提的中间，不要写得太长。这个横折钩要写得小一点，不要写太大。竖要垂直，对，要错位，左右的错位，横要细，竖要粗，并且向左斜。这个间距要基本均等，撇不可跑到外面去。